迪士尼主题公园号称世界上最欢乐的地方，而新出炉的一项报告则为迪士尼主题公园增加了一个新的称号，那就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地方。根据最新公布的世界上最受欢迎主题公园排行榜，位于佛罗里达的迪士尼奇幻王国在去年成为世界上游客数量最多的主题公园，接待了1900万名的游客，比2013年增加了4%。而在榜单的前10名当中，有9座主题公园都归迪士尼公司所有，唯一一座跻身前10却不在迪士尼旗下的主题公园，是位于日本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位列第5。